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OCQ 嘅视频节目啦。咁我哋嚟到 Microverse 嘅摊位啦。咁，咦，见到咧佢哋最为 DIY 熟悉嘅代理品牌 OCSET 嘅SSD 啦。咁佢哋咧喺现场咧架起咗两台嘅，架起咗台电脑啦。咁示范咧最新款 Venice 3嘅 SSD 效能嘅。咁同时间咧，大家如果想买 SSD 嘅话咧，咁佢哋今年嘅电脑通讯节裏面咧，亦都有個 SSD 優惠啦，就係 Vertex 2嘅60G 咧，會係賣799嘅。咁同時間咧，佢哋旗下代理嘅品牌咧，仲有Ducky嘅鍵盤啦。咁佢哋嘅 Ducky 嘅鍵盤咧，會有機係採用機械式嘅設計啦。咁如茶族嗰一款咧，仲會賣649蚊嘅啫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嚟到攤位啦。咁同時間咧 ，Microverse 咧仲引入咗咧攝影嘅品牌 Rolling 啦。咁喺今次嘅電腦節咧都會有一個優惠嘅，就係佢哋嘅 Rolling 087呢一款嘅碳纖腳架咧，係只係賣999蚊嘅啫。如果大家咧對呢個攝影機袋都有興趣的話咧，佢哋咧有一款咧嚟自美國全手製嘅攝影機袋咧，都會咧喺會場度展出嘅。如果大家咧對 SSD 啊、對鍵盤啦、對攝影產品咧都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嚟到 Microverse 嘅攤位啦。